来。
啊，所有高雄的朋友，这首歌一样要麻烦你们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了啊，一起打简单的节拍好不好？准备了啊，所有不管在前面还是后面的朋友，双手借给我，准备。试一次，请你带着我，欢迎你们，我要听到所有人的声音啊，再一次，请你带着我，谢谢。
声。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到 GQ 城市野营，然后今天天气很热，大家记得要补充水分，然后口罩戴好，勤洗手。我是贝斯手，我叫以诺，谢谢。真的很开心哦，那个 GQ 其实，我觉得在高雄办，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其实高雄也算很久没有这么大型的活动，对啊，好像现在蛮多的。真的，其实现在真的蛮，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，就是你这有的喝，有的吃，还可以来这边看表演，真的是觉得非常爽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当然是今天呢，天气真的是蛮闷热，因为刚刚就是一直接过来就觉得啊，全身都爆炸汗这样。我觉得很热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补充水分，千万不要昏倒这样子。因为刚刚一瞬间真的有一种觉得哦，快昏过去了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那个注重身体健康。然后呢，最近明先生呢也会有一些很多的新的计划跟活动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， 然后一起支持我们。然后我是吉他手，我是哲安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我是刚去洗澡的吉他手小 B。好热哦，你们会热吗？会哦，还是不会？会。那就玩得开心啊，对不对？玩得开心是热一点没关系啊，你还在洗澡就好，反正我都热成这样，我的内裤也都湿掉了，whatever。反正是这样的，玩得开心好不好？我是吉他手小 B， 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鼓手一凡。其实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表演，因为我就念奉新高中，就在隔壁乡。在场有谁是奉新高中的吗？啊，很开心，然后可以来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然后注意饮水，就是因为真的太热了，然后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我们是明先生，谢谢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主唱盛浩，我们是明先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今天其实不是我生日，是我们团十周年的日子。然后我身边送蛋糕这位是怕胖团的主唱闪亮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生日快乐的歌换成《而我是一只鱼》，我不能高兴。好了，谢谢闪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准备这个蛋糕的大家。那。要砸不好吧？谢谢大家。别！因为现在有太多后面的朋友要在。谢谢闪亮，谢谢。好。OK。哇，怎么办？不行，这样会有太多奇怪的照片留在网络上。少一个我不知道。好，总之很谢谢大家。然后明先生今年第十年，然后就在明天10月17号，在十年前的10月17号，就是明先生创团的第一天，很开心可以在高雄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度过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准备这个新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很开心十年的时间一下要过，然后每年其实明先生都跟大家有个约定，就是。女生都会在每年的某一个时候办个演唱会，然后今年一转眼也就到十月了，所以我们的演唱会势必就会在10月、11月、12月这三个月之内的某一个月发生，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玩，可以吗？那就是反正因为现在在高雄，然后演唱会，我们就看看今天大家的状况，我们再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大家近一点，这样好不好？总之很开心。然后因为我们团大家都是南部人，然后我刚刚听那个一凡就是在那边说自己是奉新高中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好像可以哇，原来高雄人有这种福利，就是讲自己的学校，大家会很鼓噪这样。有谁是五福国中的？真的假的？道明中学。新义国小，凯旋国小的。
我跟你讲，我们要讲大一点，谁住三民区的？那以诺是，以诺不是，我是林雅区的，有人住林雅区吗？好，我们快变区长了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回家唱给家人们听。然后我一直在想，就是一些因为最近好像回高雄的机会少了一些，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看到大家，真的很开心。那有一些歌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，会不会唱，因为很久没有回来唱给你们听了。如果你会唱，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，长成什么样子算难唱。现场的人真的好多好多，刚刚有一位朋友比较身体不适，有坐救护车出去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没关系，我现在告诉你们知道，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。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身体不适，就举手，或是你已经举不了手了，你就赶快出去，
好不好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然后要多补充水分，因为真的太热。我今天原本，你知道我们团原本是要穿盔甲上来，但是因为太热了，我们就在台下就换成比较轻便的一点的衣服。所以啊、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、补充水分，然后多多的注意安全。然后嗨嗨嗨，所有朋友你们好。然后今天时间比较短，比较匆促一些。那如果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，也欢迎你到任何找得到我们的社群平台 ，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任何在网络上找得到我们，欢迎你来跟我们聊天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然后我们年底的演唱会见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在现场的大家，《示爱动物》送给你们。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？都会唱吗？我要一起唱哦。摆动，往你们的左手先摆动，不管你在前面。